雪糕吧。好呀，你来做一个美人鱼的，我来做一个七彩小苹果的。我用奶做，我用奶茶做吧。来打开吧，我来好。我打不开呀、啊，哎呀。姐，你帮我打开个门。好，我看看、啊、这两个宝贝干啥了？下班了。我的天哪，两个宝贝、啊、你在这干什么呢？这是、啊、我做七彩小冰棍了。天气好热呀，我想吃雪糕。你会做吗？你两个人会呀、啊、天哪，都洒出来了。宝贝，你拿我这奶真的浪费呢。霍霍，你看看都洒了。行了行了，满了满了，别倒了。好了，天哪，做完了，靠上盖子冷冻一下都行。还冷冻一下？姐，你照照我的。好的，谢谢。照照我的。天哪，能做成吗？我们马上就干好了。我来搅拌搅拌。被我们放在冰箱里去吧。好。放在冰箱里，我去拿贝贝的。我的天哪，小心点，别洒了。轻轻轻放，轻放轻放，别洒了。我的天哪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这是我要吃雪糕。站好了，不是刚放进去吗？哪有这么快呀？边那边，哎呦天哪，都不知道哪边，还得点开，快拿出来，拿出来看一看。我的手啊，我天哪，都露没了。你那个打开我看看，走来。那我们给妹准备给她脱膜吧，先让姐姐脱一个，看看姐姐那个做好了吗。哇，我看看妹哇、哦，妹妹这个脱膜成功了，哇，妹妹这个美人鱼好漂亮啊！让小空运看看这个美人鱼，尾巴你都给弄断了，哇，黄色的美人鱼，哇，姐姐这个，哇，姐姐这个雪糕也脱膜成功了，黄的，妈妈冻死我了，我的手，那这个白色的帮我打开，妈，你帮我一起打开，做了这么多都给我吃掉啊，吃不掉以后把你两个的耳朵给揪下来。浪费在这一天天的，哼！反正我爱吃雪糕。那你吃吃吃。